哎，待会儿再来玩。继续。后来呢？讲到了这个国家的国王，他的城堡非常的漂亮，然后他还跟所有他的人民讲了一句话，讲什么话呢？注意听好，你又知道了，听我讲话。国王说：“各位人民，国王我最喜欢收礼物，所以。”所以每个人民每年要送我两件礼物。我妈来了。啊，每年要送我两件礼物，一次是我生日的时候，一次是圣诞节的时候。如果你不送，我就派官兵去抓你。这样大家敢不敢去送啊？说不敢哦，所以大家都带了很多的礼物来送给国王。那这样国王会不会拿到很多的礼物呢？非常多，你看他的礼物有多少，他整个宫殿里面装满的都是礼物啊，哇，他还每次在那边检查呢，哎，这个礼物，这个礼物没少，这个礼物没少，哎，非常好，好，那么，但是国王有这么多的礼物，你猜国王高不高兴呢？他心情开不开心？应该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你没有。国王心里还是不开心。他为什么不开心呢？好，他自己也不懂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礼物了，我还是不开心。你说。我要在烤爸爸了。怎么？我要在送礼物。对，他就是觉得还继续要人别人送礼物给他，他一直不满足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那这时候就有一个大臣跟他说：“启禀国王。”哎，我听说在高山上有一个老奶奶在拼贝，你如果得到她的那个拼贝当做礼物，你应该就会开心了。国王一听，哎，好，那我们马上就去要。国王就带着好多的军队哦，上到这个高山的小木屋，要跟老奶奶要拼贝。还有一个，你觉得老奶奶看到国王自己来，然后又带着军队，她会不会给呢？我妈妈来了。认为会给的举手。认为不给的举手。好，手放下。我要公布答案哦。他跟国王说，注意听，他跟国王说：“亲爱的国王，您这么有钱，又有这么大的城堡，我相信您应该不需要这个拼贝，您还是让我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吧。”国王已经非常生气，什么？我都亲自来跟你要了，还这么多军队，你还不给？你不想活了吗？来人啊，用抢的！哎呦，国王要用抢的，老奶奶能不能够挡得过呢？真的挡不过，可是没有想到，老奶奶她把手中的拼贝拿着，走到了窗户边，就往窗户外面一丢，这时候拼贝就整个咻。飞走了，没有掉下来，不见了。国王一看到，什么？怎么会不掉下来呢？你宁愿把它丢走，你也不给我。太可恶了！我要让你死。喝点水。哎呀！声音装得太过分。啊，那掉了。回来，这时候国王就说：“来人啊，把这个老奶奶给我钉在一只黑熊的山洞外面，因为黑熊最不喜欢陌生人到他的家。黑熊现在在睡觉，等到黑熊一醒来，发现有人在他的洞外面，一定会把他给吃掉。但是老奶奶已经被铁链钉在门洞口了。”所以他走不了了。不是，阿家。对，你猜黑熊起来会不会把老奶奶吃掉？嗯。会，真的很危险。对呀。老奶奶整个晚上都在看黑熊睡觉，睡得很不舒服，头一动来动去，好
像不舒服。老奶奶在做观察，她了解为什么不舒服。第二天早上熊一起来的时候，看到老奶奶，哇，你怎么可以来我的家，我把你吃掉，真的要吃它。可是老奶奶就跟黑熊说，黑熊啊，请你让我在死前送你一个礼物好吗？黑熊一听很意外，你都要死了，你还送我礼物？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？哎呀，黑熊先生，我看你睡觉的时候一直动来动去，你的头一定是碰到了石头，很不舒服，我要帮你做一个枕头。黑熊一听，哦，真的呀，我的头真的很不舒服啊，那你要怎么帮我做枕头呢？我知道。用他的被子肩上的那个披巾，他说，那我用我红色的这个围巾啊，帮你做一个枕头，你帮我剪一点那个树枝，软软的树枝来。他把那个树枝放在了那个围巾里面，缝一缝，缝成了一个红色的枕头。你看那个黑熊睡在上面舒不舒服啊？黑熊睡到枕头上面，哇，好舒服啊，谢谢你，这个真的是我需要的礼物，你怎么那么注意到我需要啊，太感谢了。来来来，我来请你吃早餐。哇塞，请他吃蜂蜜啊，蛋糕，牛奶，还会不会吃老奶奶啊？当然不会。可是国王那天他后悔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又想要来救老奶奶，可是国王一到山洞边，看到了黑熊不但没有吃老奶奶，还在两个人在吃早餐呢。国王看了很吃惊啊，怎么会没有吃掉他呢？国王这时候心突然又硬了。老奶奶，算你厉害，没有被黑熊吃掉，那你到底军备要不要动我？老奶奶还是说，亲爱的国王，你应该是不需要这个军备。哎呀，我真的不能送给你啊。国王一听，你还是这么坚持，好，我把你放到海上的石头上，等到那个海一涨起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冲到海里面死翘翘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呢，老奶奶被放在石头上，当海水慢慢的涨起来的时候，风一再吹，又冷，海水又接近，老奶奶就快要摔下去了。这时候突然来了一只啾啾啾啾啾小麻雀，它很冷啊，它就停在了这个老奶奶的肩膀上啊。老奶奶看它在冷，她就说，哎呀，小麻雀，你一定是太冷了，飞不走。来，我这边脖子还有个围巾，我用它一块小布帮你做一个小围巾好了。做好了围巾，这个麻雀暖了就飞走了。可是他飞走之后，他找人来救哦，他找了好多好多的小麻雀一起飞回来，躺着老奶奶的身上的衣服咬住咬住咬住，然后一提就把老奶奶给提起来了，带到了岸上，放到了一棵树上，所以老奶奶就没死了耶，好棒哦。然后老奶奶就帮每一只小麻雀都做了一个小围巾，小麻雀好高兴哦，一直在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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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，谢谢老奶奶。那国王这时候又后悔了，国王就跑回来，看到海上，哎，怎么没有了？已经死掉了吗？再看到岸上，树上老奶奶跟很多小麻雀在那边。国王一看到小麻雀跟老奶奶这么开心的在一起，国王整个快崩溃掉了，他就爬到树上，跟老奶奶说。老奶奶，请你告诉我，要怎样才能够像你一样这么快乐？动物都跟你这么好，而我有这么大的城堡，有这么多礼物，有这么多的士兵，可是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喜欢我，我好孤单，我好不快乐，我该怎么办？老奶奶就说，亲爱的国王，那个是因为你都向别人要东西，你从来都不给别人东西，所以别人不会喜欢你。这样子好了，你不是很想要我的军备吗？有一个条件，你只要把你宫中的所有的礼物送出去，送出去，送给需要的人，当你把所有礼物送完的时候，我就送你一条军备。要国王把礼物送出去，你觉得国王做得到吗？
对，国王就非常的痛苦，你看他一直抓着头，啊，要我送东西，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啊？我都是拿东西，我不会送的呀，哎呦！国王就在树上想了好久好久，终于他决定了，好吧，我就送一样东西好了。他到仓库里面到处找，到处找，都不肯送，最后找了一颗小弹珠。好吧，送一颗小弹珠好了。他跑到宫外，看到一个小孩子，小男生，来，我是国王，这个小弹珠给你。小男孩拿到国王弹珠，高不高？他高不高兴？谢谢国王，国王送我的弹珠耶，呀，好高兴哦。这时候国王一看，觉得很奇怪了，一颗小弹珠有什么好高兴的？好怪啊，这些人没有看过好东西吗？来，我再送你东西。他挑了一些他不要的大衣，他认为旧的，送给街上这些流浪汉。这些流浪汉一穿上国王的衣服，高兴死了，哇，国王送我们新衣服哎，耶！每个人都在跳，国王一看真大吃一惊，这些烂东西他们也会快乐，哇，他们真的没有看过好东西，我再拿出点好东西哦。他又拿来了，哎呀，会跳舞的猫，还有透明的鱼，给全国的人民参观，哇，大家好高兴哦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哎，他又想到了，小朋友不是很喜欢坐那个旋转木马吗？你们有没有坐过？有。对，他们没有坐过真的马，我把马牵出来，他把马牵出来就用绳子绑着，固定在中间的那个木棍上，就旋转的木棍，然后马就绕着圈圈跑。他把小孩放到马上面，就咚咚咚咚咚咚，哇，真的马耶！小朋友好开心哦，全国人民好开心，大家就开始跳起舞来了，开启了舞会。然后这时候国王看了是很高兴，可他还是一个人站在外面看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有一个小朋友走过来跟国王说，说什么呢？亲爱的国王，我想请你跳舞，好吗？对，国王马上，哇，真的吗？从来没有人请我跳舞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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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国王好开心哦，因为小朋友愿意跟他做朋友哎。啊，国王下定决心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个快乐才是我要的，我要开始送东西了。于是国王坐着马车，把他的礼物到处送，送给需要的人。哇，国内送完了，世界各地都在送，然后呢，老奶奶都在看，最后他在送，老奶奶就在拼背。当最后老奶奶快完成的时候，国王也把他所有的礼物都快送完了，只剩下他的王冠，他破破的王袍，还有一个王椅子。然后老奶奶下山了，她把做好的拼背披在国王的身上，国王好高兴哦。老奶奶，我现在好开心哦，可是我开心的不是因为这个拼背，而是你让我了解了帮助别人真的好快乐哦。老奶奶，我现在留了一张椅子，就是要送给你的，让你坐在椅子上来拼背就很舒服哦。以后啊，你就负责拼背，我来帮你送，我们一起来合作。哇，从此以后国王就帮着拼背人来送礼物，他跟老奶奶都成为了非常快乐的人了。故事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耶！好，我们现在来问题目送奖品，请问第一题，请问老奶奶她是住在什么地方呢？我知道。你说。有一座高山，高山，高山上面的一座小小木屋。对了，老奶奶她最会做的就是做拼什么拼背了啊，厉害啊！哦，那么请问哦，为国王曾经把老奶奶放在哪两个地方很危险？他差点要死掉。你说，一个什么动物住的山洞外面？熊。对了，还有一次放在哇什么地方的石头上？一个大狮子？不是大狮子，有那个海浪的地方。海
晃晃的叫大。石头上那涨潮哦就会淹死，但是他都没有死，因为老奶奶送给了黑熊一个很适合他的礼物，是什么？睡觉的什么头？啊，给他好。对了，这个礼物有没有花钱？没有，是他奶奶亲手做的。然后黑熊喜不喜欢？对，因为那是他真的需要的，送礼物就要送给真正需要的人。那么为什么老奶奶在大海中是被谁救到岸上呢？就是谁？小麻雀。小麻雀为什么要救老奶奶？因为老奶奶先怎么样？先帮助一只小麻雀，很冷的小麻雀，帮他做了什么？一件小小的衣服。对了，啊，极了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问，你觉得国王得到的最好的礼物，你觉得是那一条拼背，还是他有了一颗快乐的心？是拼背吗？想一想，你觉得拼背真的好，还是国王懂得了如何快乐？你们觉得快乐重要还是拼背比较重要？快乐，因为有拼背不一定会快乐哦。你们想不想要快乐？要。对了，那快乐呢？今天故事就讲了一个秘密，就是要懂得帮助别人。我们现在就要来到这个，我来坐过来一点，来。然后你太前面了，你要坐过来一点，对对，坐这边，哦，过来一点啊，你坐过来这边，好，来，再坐过来一点点，我来教你们唱一个，做一个很简单的歌曲哦，要学我的动作哦，来左右摆，啦啦啦。天上的路只有爱通行，奉献的心你装满喜乐，有舍才有得。他伸出手来，他打别人的手，拍别人的手，说给我的一份爱送给需要的人，摸别人的肩膀，啦啦啦啦，换别人看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仿佛告诉我，怜悯的心有几分，爱它就有多深。拍手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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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花金钱，地上的金钱你背不动，天上的路只有爱同行，奉献的心已装满喜乐，有舍才有得。我伸出手，打别人的手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爱送给需要的人。
的肩膀。仿佛告诉我，怜悯的心有几分，爱他就有多深，爱他就有多深。啦啦啦啦啦。好，那今天的故事呢，就是啊，充满了爱，也懂得说要付出才会快乐。下个星期天是什么节呀、啊？母亲节，对，我们要想想看，那个老奶奶送给那个大熊的礼物，也不是花钱做的，但是她有注意到大熊需要枕头，她就做枕头。我们要想想看，什么礼物是妈妈最需要的呢？其实有时候妈妈最需要就是我们亲手画一点东西啊，写几个字啊，这是最好的，妈妈就好开心。开心哦，哦，所以希望小朋友你们都要用对有空的时间来做一点什么东西，好不要让妈妈发现，等到妈妈下礼拜天的时候送给妈妈说祝妈妈母亲节快乐。好，我们现在最想提一个母亲哦，我们来这个用一个很棒的手机，好，我们来做一个最后一个方法，叫爱的吸血鬼。开心开心，让妈妈开心啊、哦！首先是爱的鼓励，预备开始。爱的鼓励完了之后，手摆这个样子，吸血鬼的爪子，然后发出三声这样子，叽叽叽，对，然后呢，双手摩擦，说，真好真好，真好真好。这个就是爱的吸血鬼啊、哦，先爱的鼓励，然后再这样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哦。好，预备备，爱的吸血鬼北气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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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，叽叽叽，真好真好，母亲节快乐！妈妈，我刚才没有被你们拍到，我们拍到了，马上好，妈妈你帮我拿一下这个听贝尔送的礼，然后爸爸你也来好吗？刚才你没有拍到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我们来拍一张照片，来，预备备。